我错了，你别生气了呗。我觉得你现在就不喜欢我了，你心里面都没有我，连我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你都不知道。昨天晚上我明明不想吃那个，结果你非让我老板，你好，把这道菜给那位美女夹了。那位先生，给你夹了。老板，把这道菜给那位美女夹了。还是那位先生给你夹的菜。大哥，咱能别闹了吗？吃个自助餐你装什么？这不浪费罚款吗？我吃不了了。点个赞关注一下吧。